陈金满养羊在当地很有名气，出名就出在他的三大法宝。我的扫把有神功，提高羊肉品质更轻松。这扫帚不管吃不管喝的，又不是营养补品，怎么就能提高羊肉品质呢？可以了啊，来来来，哎，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好嘞，走了。陈金满把这个特殊的扫帚倒着固定在羊出入必经的通道上，每天一打开羊圈，羊就要经过这几把扫帚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扫把按摩器，有效地提高了羊体温，这对于羊身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都有好处，能够帮助羊改善肉质。陈金满厉害的还不止这一招，他养的羊得病死亡的还很少。陈金满说，这都得益于他的第二大法宝，镇场之宝的明星羊。有了这只羊的血液，陈金满的羊群就能够抵御住春季爆发的这场流感了。看，我这有个好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母羊啊提早发情。陈金满说的这种草药被剁得很碎，看不出原本的面貌，只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。尝尝什么味道？哎，这个你可别瞎说，这个对人也有作用啊。嗯，味道还不错。看起来普通的药草，可催情的效果还真是不一般。这个圈里面的话，羊都是我们喂了这个20天的这个发情这个草的这个羊，现在的话基本上都已经处于这个发情状态了。银羊藿在中药里是一味强阳补肾药材。银羊藿这一类这个药用植物，它本身就含有一些这个激素样的活性物质，这些活性物质它就会调节机体的这种生理机能，达到这个改善这个卵巢的机能。公羊啃完以后，与母羊交配次数也明显增多，效果是非常显著的，而且绝对可以达到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年达到产两胎的一个效应。